车，公主女儿请上车。上车啦！公主女儿请上车。公主女儿请上车啦！你怎么办？爸爸开口了。网友 Kiki 近日分享一部与爸爸互动的影片，只见他要上车时要求爸爸说公主请上车，爸爸拒绝之后并开走，让他在原地傻眼。追上去之后爸爸还是拒绝，他便逼问这世界上谁最漂亮，爸爸就妥协说出公主请上车，让网友纷纷笑说果然是前世情人。爸爸你跟你告诉我们去看电视，你要去哪里？楼下午茶啦。你们跟谁去？赶紧灌，有我漂亮有啦，有再说一次。我最不漂亮，可以。我下次买个东西，你要买什么？不爱了，给你喽啦。出车啦！你说公主女儿请上车。上车啦！公主女儿请上车。公主女儿请上车啦！你怎么办？爸爸开口了。也可以耶。你行就行，耳朵啰啰嗦嗦。这世界上谁最漂亮？公主女儿请上车。你在老饭店哦？没道理，你在老饭店。